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，我来玩去火麻将啦。这一次呢是第四集，我来挑战国士无双。没想到上一次直播呢达成国士无双，这一次呢就是内部直播的精华啦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影片就正式开始哦 ，Let's go。啊饼啊饼子来了，不要给我有一天哦，让我直接国士。W， 我就是不碰。我进来了，我又出去了。我进来了，我又出去了。打我啊，笨蛋！我又跳出来了，哎、我站回去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又跳出来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李子，你要李子？能吗？他都听牌了。哎，对，这个人，哎，两个人都两个机器人都那个了。哎、欸，国士，国士，国士啊，要国士，国士无双，是吗？是国士吗？国士无双，国士无双，国士无双，哇，国士无双一满。三啊！达成，成就达成。